短，只要等候上帝，之中必要欢呼赞美。马可福音11:23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让我们再从头唱一次。用更渴慕的心来一起来唱圣灵的江河。